刚刚，谢谢你啊。干嘛？你什么时候醒的？我没有睡啊。你没睡？你刚刚我说这么多，你都不说话的。我想看看你到底能讲多久。这里干什么？晒月光啊。晒月光？我只听说过晒太阳，谁会晒月光啊？你没晒过吗？没有啊，好像在梦里的时候晒过，不知道。你刚才爬到树上是要偷拍我吗？我要是知道是你，我才不来呢。你不是瞎子啊？你现在看得见我？我只是有日盲症。日盲症？是什么？就是白天看不到，到了黄昏视力才会恢复，等于把夜盲症反过来。一听就是瞎说。反正，谢谢你刚刚救了我，我先走了。现在人生活节奏那么快，做什么都着急。躺下来陪我晒晒月光，看着月亮，会把烦恼都忘记的。今天的月亮很美，好像真的是啊。感觉白天的烦恼好像都不见了一样。对了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晒月光的？从我很小的时候，那时候有一个女孩跟我一起晒，她长得很漂亮，可那时我白天晚上都看不见。到了后来能看到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在了。好可惜啊。那他是因为搬家了，所以你才联系不上他了吗？为什么你们没有加微信啊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样晒着月光，好像能看到自己的内心一样。看我干嘛？占星学曾说过，太阳代表人的主观意识，而月亮恰恰相反，代表人内心深处的潜意识。所以你说的没错，月亮就是你的内心。不明觉厉。不明觉厉什么意思啊？